无常人生，人生无常，一起谈意色变，人人心灵惶惶啊，多不安啊。医疗工作人员是多么辛苦啊，孩子他们很体贴。妈妈在医院上班很辛苦，所以要戴好口罩，不要出去玩。 COVID-19 快走，护士阿姨加油，医疗团队伯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默默地在跟疫情打仗，我们一起加油哦。这个爱呀，爱这种关怀实在是很令人感动。孩子做得到，我们呢大人们啊，能懂得这样道理吗？所以我现在真的都是打从内心的尊敬与佩服这一波呢，在临危了不惧难，在内底是遐尼真危机重负，靠近病人真的是很危险。但是呢，医护他们的职业，他们的志愿要守护病人，要抢救病人，这都是啊，他们为人间呐立志，现在所志奉道。他们不惧怕，因为呢，他懂得如何保护，而且呢，要很周密的、勇敢的走入进去。这的确是很伟大、很了不起。记得在五月初有一个信息给我，就说在印度有一群神父要走入病房去帮助抢救生命，他们所报的呢就是进去可能没有机会再出来。我听了，我就说不可以不出来，一定呢要健康进去，一定呢要欢喜平安出来。几天前啊，来函告知他们平安，这都是呢很伟大，神职人员。他们抱了宗教的精神，他们进去就是要安抚人心，用宗教的精神去安抚、去陪伴，让他们精神理念有一个方向，让他们的心灵有个依靠，带着他们祈祷。所以我都很尊敬他们，我们提供的是给他们呢维护健康平安这种防疫用具啦，期待他们呢要穿戴的牢固。Whenever we call you people, you are there.
ready for any type of paper. So thank you very much. 所以我们用物资提供，他们用力量付出，彼此借重，力量汇合起来，这都是我们现在啊，我一次一次在说，点滴点滴累积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不能去做预算，需要就要赶快供应，这都是我们呐、平常这几十年来了，超过半世纪，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灾难，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。从事呢，全球慈济的这样的平常呢，竹筒岁月，看到一个一个铜板，可以教育孩子要节省哦，来救人哦，节省你的糖果钱哦。可以呢，不吃糖果，不要买，不要乱花钱，都要放在竹筒里救人哦。这都是呢个教义，可以教义啦，也可以行善啦，也可以救人，这都是呢累积累积，这几十年超过半世纪了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啦也是要这样。这种集天下人的爱，来共同呢帮助最急、最苦、最难的人。大家都有功德，功德累积呀，这都是平常没有这一股力量啦，如何救人呢？救人就是人间一大事，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，因为要教菩萨法，这种付出，付出。再付出，无所求，因为三轮体空啊，心无挂碍，能付出，不管偌济钱。所以说来，人间呐、谁分力量付出，这都是人间之美啊。没在知人间疾苦，没在大富愿意付出去帮助苦难人，这都是呢人之初性本善，天下人间苦不了，苦不能断啊，永远都在苦，能快乐的那就是付出啊，帮助人都是最快乐的，你付出了，看到他得救了，我们就会很欢喜，用这样的方法，我身体力行解开了人间的苦难，哪不高兴呢？哪不欢喜呢？哪不就是呢？华喜充满吗？所以我天天快乐。但是呢，快乐的是人性本善，
人人都已经接近到了那样的清净本性里来，让我欢喜。但是呢，还是担忧，担忧的呢，人间苦何时了啊？这一波的疫情，人人惶恐，何时能定下来？平安啦，没事啦，心宽啦，何时能这样呢？这实在是，我们还要再加强戒慎虔诚。